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。修行佛道的人，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，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，忍辱，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，否则忍不下来。参方第二十三，参方就是参学了，哎，要到处去参学，啊，是远行，要假凉棚，参方也就是参业。诸方善知识，这个业呢，就是请求拜见，要说业见啊啊，什么业见总统啊，是吧？所以说参业诸方的善知识，行是房道之意也啊，就是要找善知识，找师父。啊，请求开悟我们心地上的这个功夫。欢愈经怎么说？是闲游者是万福之基呀、啊，现世免亡之牢狱，时则度，这个度啊，就是觉止断绝啊。三途之门户，升天之道，皆闲游之助矣。啊，所以闲游就是闲散之友了，这、就是我们一切福，万福就是一切福的基础了。所以当然要接近善友了啊。那接近善友，他会劝告你嘛，所以现世会免亡。是牢狱，避免犯法嘛。死了以后会断绝三途的门户，也就是不会堕落三途，会升天得道，都是贤友的帮助。啊，远行参方啊，要讲凉棚作伴啊，啊，就是住在山上用功啊。那也要凉棚共修。心地观经这么说，说一切菩萨修四圣地，四圣道啊，修这个圣道，四种法要啊，那么应当知，亲近善友为第一，亲近善知识啊，或者是好朋友啊。列为是最重要的，这个善友当然就是包括懂佛法的了，不是说只有他个性很好了。听闻正法为第二，听这个正法，依法修行，再来如理思维为第三，如法修正为第四啊。这个文字都简单啊。十方一切的大圣主啊，修是四法正菩提，这怎么样的人才是良朋益友呢？因果经这么说，朋友有三要法。一，见有师则相小见，意思就是看到你有过失啊，则就是急，就是直言来纠正别人的过失，叫做见啊，就马上来劝告你啊，不要越陷越深啊，越来就越坏啊，直接的告诉你错误的地方。第二呢，见好事
生生随喜，也就是说不互相嫉妒。哎，看到有什么好事，这个好事啊包括很多，这听经啊、闻法呀、用功啊、办道啊、施舍啊，都通通好事，只要是好的他就不嫉妒你，哎，就随喜。第三，在苦厄不相弃舍。厄就是在你最穷困碰到灾难的时候啊，这个厄就是穷困或者是灾难，也不相弃舍，不放弃你。古人心地未通啊，不远千里求师。心地未通，简单讲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啊，那就不远千里啊求师傅啊指示。这古人参方啊，本为寻师访道啊，救民心地，抉择这个生死。哎，《楞严经》讲的哪个是真心，哪个是妄心呢？所以就自山涉水啊，自就是登啊，登山啊，涉水就是在浅水中步行通过啊，叫做涉水啊，自山涉水，这登山呢 啊涉水啊，还要通过这个浅水，不以为苦啊。例如这个头子啊，九上洞山呢、啊，这个洞山是一个禅师呢，哎，那么这个佛果啊，圆悟禅师啊，这个地缘路见第三呢、啊，雪峰跟源头啊，青山同行，凡共三道，头子九上洞山破参得山呢、啊，才打破这个七统啊。雪峰啊，下雪的雪，峰山峰的峰，和源头啊，上面一个山呢、啊，再一个以庄严的严啊。怎么样？钦山啊，钦佩的钦，广钦老和尚的钦，山上的山，三人呢、啊、同行，三次去参访啊，头子大同禅师，九次去参访洞山梁界禅师，哎，后来又去参访德山的仙眷禅师，才打破这个七统，七统就是无明啊。那所谓的黑七统，黑七统就是无明，所以所谓的头子啊，啊，然后怎么样，九上啊，洞山啊等等，赵州八十行脚，我们常常讲的赵州八十游行脚啊。这赵州呢，是唐代的啊一个禅宗的一个禅僧。哎，那么年幼啊，在这个潮州啊啊复通院，另外一种说法是周龙兴院呢出家，受这个具足戒前呢，就往慈阳参谒这个南泉普愿禅师。那么南泉呢、啊、禅师啊啊生气之啊，赴任嵩山琉璃坛受戒。乃父王啊啊，就到这个嵩山的这个琉璃坛受戒，寻访南泉禅师呢，一至二十年，其后经过了参这个黄檗禅师，饱受岩观、夹山、五台等诸大德。八十岁的时候啊，纵情啊往赵州城啊赵州城东怎么样观音院，四十年间呢扬这个禅风，世寿120岁，后来称这个赵州啊称为真迹大师。这个赵州啊八十游行脚，表示还在参呢、啊、
啊，还很辛苦啊，啊，不辞辛苦的一直在参选，啊，千古传为美谈呢、啊。所以今人参方之不然呢、啊，第一专找事物较闲的事要跑，哎，现在人参学啊，专门找那个比较轻松的，嗯，先问问看哪里比较轻松，哎。第二呢，专找吃住比较好的地方跑。第三呢，为了赶金灿呢、啊，混钱花，哎，混钱花，揉着餐方啊，无益有害。虽然有真发心参学的人，其乃今日台湾呢、啊，没有丛林，无从参方，也普普风尘呢、啊。这个普普风尘呢、啊，啊，也应该是左边是人部啊，不是木部，啊，你如果查词汇的话，也是人部，哎，普普风尘，是形容在旅行中啊，奔波劳碌，啊，奔波劳碌，啊，这旅行啊，普普就是旅途啊，疲劳的样子，风尘呢、啊，是比喻旅途上所受的辛苦。啊，叫做普普风尘，那么比喻就是说一路来非常辛苦啊，奔波很劳碌啊，徒劳辛苦，倒不如入佛学院呢求学，其年老者不如老老实实的伏击本事，多修苦恨呢、啊，哎、啊，以求福报。下雨天的时候以及夜间的时候多拜佛多念佛，看看藏经啊，如此行常较为得意啊，怎么样子比较受益啊，啊，台湾没有地方参啊，怎么参还是一样的，年父的年幼借钱呢、啊，未许远行啊，我们年纪轻啊，那么出家受戒啊，很短呐、啊，啊，不许远行。如果要行，一定要外出，也不可以跟不良之辈同行。哎、啊，不良之辈就是恶友了，结交恶友，作伴远行啊，长恶之见，长就是增长，一点好处没有。哎，两个人走在一起啊，然后啊，讲一讲，讲一讲，讲一讲，一讲起来啊，通通是，哎，是是非非的事情，通通是恶之见，把佛法讲错了都不晓得，是吧？所以说啊，长恶之见，造作恶业。那么这个现世啊，招人唾弃，哎，唾弃就是轻贱。闭气呀、啊！这时候呢，堕落三途，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啊！法院说，化世国王有白相啊，化世啊，有的是姓氏嘛，姓化，哎，有这个白相，能灭怨敌啊。如果有人犯罪了，就叫这个相啊一脚把他踏杀。有一个时期啊，这个相救啊，本来是指养马的房舍叫做救，哎，养马的房舍叫做救。那么有一个时期啊，这个相所住的这个地方啊，烧的火焚烧掉了啊，简单讲就是相啊所住的这个地方啊被火烧掉了，把这个像移到这个寺庙的旁边去居住。这个像啊闻这个大众生呢、啊、送这个法具啊，法具经具送啊，叫为善 升天、啊、为恶入烟呢、啊，那这心呢、啊、就变成柔和了，连这个大象都被这个念经声感化了，起这个慈悲心，哎，后来啊，父就是交给他这个罪人，叫他把他踏死啊，但啊只是用这个鼻子
嗅嗅，舌头啊，舔一舔就去了，也不踏沙。王建士仪问诸大臣呢，问这个大臣，臣曰：说这个慈相啊，因为接近这个寺庙闻法，所以怎么样子？如果移进这个屠室啊，屠杀的地方啊，那么就残酷就更甚了，后果如其言呢、啊。所以请看看这个畜生呢、啊，亲近恶的地方啊，善且为恶更恶啊，更甚了、啊。那我们无始劫的杀气啊重啊，所以啊，碰到了恶的因缘、恶的环境啊，就变本加厉啊。是何况以人呢、啊，岂可不远离恶友呢？我们一定要接近善人。须为行尸访道，觉得生死啊，不宜观山玩水，唯图游历广远，夸世于人呢、凡入佛学院求学，以及入这个道场听经坐禅，都需要发真正的道心，寻思访道，抉择生死。若观山玩水啊，只是荒废道业，夸世游历广远，徒增我慢的高山，无补于生死大事啊！一点帮助生死大事都没有。所到之处，这是穿鞋的规矩了，挂单的规矩是吧？那么所到之处，歇放行李，也不得进入，也进就是直接，也不能直接就来到大殿。一个人看行李，一个人先里面问讯，取其常住禁止啊，方可安顿行李入内。这个取啊，也是允许，经过这个常住的允许以后怎么样子，该怎么样子做禁止啊，就是了解常住的规矩，还可以放这个行李入内。这一套的挂单规矩啊，今后将为陈述，纵然再立丛林呢、而挂单规矩啊，将必追随时代有所改进呢、178，宜波名相第24。五条一，梵语安托会，中国话叫做中树一，又称为下一，也称为杂作一，杂作一。这自作三义的因缘，一间度这样说，佛见诸比丘在路行，挑了很多的衣物，挑了很多的衣服，就这么样说了，可谓诸比丘自衣多少，不得过多。那个时候佛出夜，在陆地坐着一衣，着衣。坐着衣衣着着这第一件的这个袈裟，到中夜，觉得有一点冷，再着第二件袈裟，这个衣就是袈裟，到后夜又觉得冷，去着第三衣，就觉得还比较暖和一点。佛告诸弟子啊，受持三衣，不得过续，不可以过多。制度论这么说，说白衣为了求乐，所以才除去了种种衣服。那么外道是苦恨，所以裸行无衣，都不穿，光着身子。这是故佛弟子使两边不太多，也不能说不穿，处于中道，少欲知足但续三衣。但续三衣，这个袈裟的衣相，神吉利这么说，佛在王舍城
替地势石窟前呢、啊、惊醒，哎，走来走去啦，见稻田畦畔呢、啊，那个一个田这两个土啊，那个是念畦，畦就是田地菜圃间呢、啊，用土埂分成整齐的小块地啊，哎，就是这个田地间呢、啊，啊，然后啊，用这个土埂，埂呢就是一个土的一个埂呢、啊。用土埂分成整齐的小块，哎，啊、哦，然后中间呢、啊，这土埂呢、啊，然后啊，分开来一个田字，一个田字，怎么样子？哎，就是畦畔，这个畔就是田地的界限呢、啊，啊，就是畔，就是畦畔，哎，这见到稻田呢、啊，划分的整整齐齐，一块一块的，哎，小方块，分明，与阿难说，就告诉阿难这么说。说过去诸佛衣相如是啊，过去的诸佛那的衣服啊也是这么样子啊，现这个田地的福田相，是从今依此制作三衣，制作三衣，过去诸佛的弟子着如是衣，未来诸佛的弟子亦着如是衣，如我今日以刀割截啊，成沙门衣，三门衣不为冤贼所劫啊，就穿着啊破破的破布啊，一块一块的补起来啊，那贼盗贼啊那个也没有什么用啊，是吧？此是谢托福福田之一啊，这个五一的制法共分五条，每条一长一短，所以名啊就五一，名五一啊。我们呢如果打开啊那个北传的袈裟，那就看得很清楚，一个长再一个短，一个长再一个短啊，这个一放，如果啊诸位把那个袈裟一放撑开来，就看得很清楚啊，啊这个没什么哦，一打开来就看得很清楚啊。大小尺码随个人自己手量，竖啊三肘，竖三肘，肘就是这个地方，那从这个这手的指端到这个弯曲的地方啊，直线的这三个一一二三啊，你的肘啊多长啊，那么就用你的肘来量，所以竖的是三肘，那么横的是五肘啊，横的就比较宽一点，五肘。可减不可以增，以下二一啊，大小准尺啊。说中束衣就是中叶，穿着坐束之衣呢，啊，说明白一点，这就是叫做睡衣啊。那么印度的沙门呢、啊，是穿着袈裟睡觉的，可是中国的僧尼呢，从来没有人穿袈裟睡觉，因为中国的僧尼服装啊，进身有内衣裤，外着小褂裤，哎，外面又着这个小褂裤，又添长衫，再罩海青，然后再搭袈裟，所以中国的僧尼应着内衣裤以及小褂裤睡，而不可披袈裟睡。这此衣，这印度的僧尼啊，是衬身衣啊，衬身衣就是说衬字啊，是内衣的意思。衬身衣就是是所谓的内衣啊，故名下衣。杂作衣，杂作衣现在叫做工作服。印度是属于热带的地区，出家僧众除了三衣之外，就没有别的衣服，所以可以穿五条衣服工作。哎，中国的僧尼除了袈裟之外，还有小褂、中褂、长衫等等可以穿，所以中国的僧尼虽然有五条衣啊，没有人穿袈裟工作。哎，因为北传跟南传的袈裟差距太大了，哎，差距太大了。南传的那是全部都卷起来，北传的它要扣啊。还要扣，
所以啊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凡是世中执劳服役，路途出入往返，当着此一啊。所以印度的沙门除了山顶袈裟之外，那就没有什么便服啊，或者是工作服啊，啊，那么包括一切的工作、行路、睡觉都要披袈裟，要不然就光光的了，是吧？随时随处啊，袈裟不离身。话虽如此啊，中国的僧尼啊，却万不可如此。何以故呢？因为国情不同。哎，当随顺啊，这个随方披你，随方怎么随着这个地方性的、区域性的差别，制作这个威仪上的不同的戒律。180，这个大衣具怎么样说？说善哉，谢托福，无上福田衣，我今顶戴寿，世世不舍离。咒 ，Om， 悉多耶娑哈 ，Om， 悉多耶娑哈 ，Om， 悉多耶娑哈。这善哉和无上，这个都是赞叹之词。谢托福跟福田衣啊，是袈裟的美名，是远离烦恼，系缚出三界的苦海，等涅槃的彼岸，任应变化，以法自在，名为解脱。袈裟为求解脱之人所服，故名解脱服。啊，袈裟的条纹形成这个田畴，田畴就是田地的方块形。供养披袈裟的人能增长福田，就像耕作田畴，畴就是地啊，就是田地啊，就是你在这个有田地去耕作啊，哎，就有收成。这春播一斗种啊，秋收万斛粮啊，故名福田衣。那么这个斛啊，万斛这个斛字啊，是容量的名字，五斗叫做一斛，那古代是十斗叫做一斛，那稍微有一点差别了。万斛粮，五斗叫做一斛，哎，你播了一斗啊，那就收了万斛。此句后二句啊，是发愿受持一啊，受持此意，生生世世永不舍离。也就是意欲直至无上的菩提，中间永无退转迂回之事啊！啊，迂回就是曲折啊！啊，然后啊回旋。这七条衣呢？啊，梵衣就是郁多罗僧，中国话叫做上着衣，一名叫做入众衣。是一分七条，两长一短呢、啊，哎，打开北传的衣服啊，里面 啊就很清楚了，二长，然后、啊、一个短，二长又一个短，啊，故名七条衣，是披在五条衣的上面，所以名啊上着衣，凡是、啊、入众礼拜、诵经、聚会等等。皆着此衣啊，故又名啊入众衣。凡是礼佛、修忏、诵经、坐禅、赴斋、听讲、布萨，布萨就是诵戒了，自知就是7月15啊，啊，开检讨会了，啊，当着此衣，当着此衣。这个布萨中话就是长进啊。也就是比丘半夜半夜的诵戒的仪式，自知之意是自己有过失啊，知认就是随认僧团呢、啊，卷集处分求忏悔。此事每年7月15日解下之时啊，举行一次。大一句这么说：善哉，谢托福，无上福田衣，我今顶戴寿，世世常得披呀。Om Dubu Dubu Swaha Om Dubu Dubu Swaha Om Dubu Dubu Swaha。 这披衣本来、啊、是通覆两肩、啊啊、就盖起来的，但是我国的袈裟、啊、只能偏袒右肩，因为内穿长衫和海青之故啊。如果印度僧去找袈裟，
只有辟坛之分了。那么坛就是身体呀、裸露的一部分，叫做坛。舍利弗问经里面怎么说？于何时辟坛呢？什么时候才裸露一部分呢？佛曰：谁供养时应偏袒，偏一边呢、以便做事啊，以便做事啊。那么做福田托钵的时候啊，应找两间呢、献福天下。应年呀、有一位严能比丘，曾经在泰国的芙蓉佛教大学任教。1965年春呢、来我们东山佛学院呢参学，数个月之后，净受大圣菩萨接回去。据原能比丘说，南山的比丘虽然有三衣啊，但通通是五条衣。关于这个七衣的九衣啊，何时失传了，已经很少人知了。而北传啊，佛教至今仍保持了三衣，幸甚幸甚。还是很幸运的，是吧？我列祖相传呢，受持三业修行正道者成千成万了。高僧传所记载年代久远呢，不能详细呀、而近代的高僧如虚云老和尚、太虚大师、印光大师、金山活佛，以及最近在台湾成道的慈航菩萨、青年法师啊，我觉得这个慈航菩萨有一点很了不起，他一生一世就是做一个字，做一个字，一生一世他就做一个字，做舍，他什么都舍，他的金钱舍，有空他你来请他，他就舍，他就舍掉他的生命，就为佛教为众生，他舍久了，他就自然不执着，他这一招很厉害，他舍到最后全部没有财产。剩下六角的邮票，他死的时候，那抽屉被翻出来，只有几张邮票而已。就是慈航菩萨一生一世就做一个字，舍，什么都舍，什么通通舍给你。那收到了钱他就舍，收到了这个人生他就舍，那好吃的东西他就舍，他通通舍了，没有一样不舍的。这个功夫是不容易的，是吧？没有我执嘛。没有我相了、结果到今天了，因为他再生的时候是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结果民国40好像是40几年，42、43年是吧？还是41年是吧？我记不清楚。往生是吧？哇，我听老和尚讲的说，他本来啊一片都是草地啊，结果因为是肉身不坏嘛，结果去的人太多，山上的那个草踏的。死的没有半根的活的，全部都踏死的，人太多了，那一生一世啊，他是全部都是布施布施布施，哇！结果死后福报太大了，做今生，做今生了，所以布施出去的还是回来还是他自己用的，现在往生以后还是今生肉身不坏，所以每一个高僧他都有一个愿力，一个伟大的地方，一个伟大的地方。你看这个资门重行路也是一样，资门重行路也是一样，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高僧就这样坐着，在路边呢坐着，人家说，你这住在这个乡村里面呢，托钵还托不到钵，托不到城市里面呢，被托钵呢，他说我够吃就好，跑到那个皇宫贵人那边托钵干什么呢？结果托钵的时候他就坐着。人家走过去丢了10两银子，他也不看，就丢了很多银子，他连看都不看。人家丢了这个一银钱，一点点钱，他也不看。人家把那钱呢拿走，他也不看，他看都不看。你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一天的吃一分钱，一点点钱就够了，我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连看都不需要看他。”这个不容易的啊。后来有一次人家故意试试看他，一个高官故意试试看他，是真修行是假修行，就走过来的时候，一下子布施10两银子，他看都不看，就让你，把眼睛闭起来，他也不看他，
后来走了，故意走了一段日，一段路程，又这个大官又走回来，又走回来，然后把那个十两银子又拿走了，他也不看他，就表示他心中根本没有钱的这种观念，又回来，对不对啊？《资本从心论》里面讲的，他也不看，大官就问呢、啊，那是为什么这是唉赞叹，这个就是真的有修行，他多的感觉都没有。他少他也不管你，他这不会受到这个外在的沉静的影响。而这种修行是何等的高超，吃得好吃得坏不谈，有钱没钱也没有关系，那这个不成道那才奇怪了。不受到沉静的影响，六根现前一点作用都没有，没有攀缘的沉静，那当然根存在也没什么作用嘛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有一年呢，找个时间呢，要讲讲这个资门宠行录。这个讲的是太好了，这个古来高僧大的那种清净世界，那种悟明心地的功夫，那种守身呢皆欲的功夫，那不贪的功夫，那看了以后我们只是惭愧自己呀、惭愧自己。所以慈祥菩萨他一生一世就做一个字，施舍。全部布施光光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青云法师，那么对青云法师我的认识就比较少了也，这两个都是肉身不坏的吧啊。此诸大德生平道恨呢、今人都眼见耳闻呢、此皆受持如来三一修行成道者，今后交通发达，地区往返时间呢就缩短。中外的身心之接触啊，日渐增加，无人不必在袈裟的条纹以及颜色上去分别高低，但一心想到此皆是如来应机所致之僧衣，是谢托福，是福田之一，作南诏预想，以恭敬心顶戴受持，一切穿用之法系以祖师啊规定可言。如果出这个远门呢，应该随身携带。二十五条衣，翻译叫做身切里，中国话叫做和，或者叫做重，就是好多层呢，一直重叠起来。中国话叫做杂碎衣，名和名重呢，就是以割截重做合成故。此衣啊，条数最多，名叫做杂碎衣，三衣之中，此衣啊最大，又称大衣。凡是入这个王宫深住说法，是聚落起时当找此衣啊，又此衣九品，下品有三，为九条、十一条、十三条，这个是两长一短。两个长然后一个短。那么中品呢有三，是为四五条、十七、十七条、十九条，这个是三长一短，就是没有三长两短的啊。中国话的三长两短就是不吉利是吧，这都没有是吧，三长一短都是一短了啊，都是一个短的，长啊也有不同是吧。上品有三，为21条、23条、25条，四长一短。这个大衣的字法长多短少，表示圣法渐渐增加，凡行啊渐渐减少。知识记这么说：这大衣杂碎衣啊，王公聚落啊，生物善故，物就是众生，生一切众生的善。以及说法受戒欲习着之，是尊相故啊，是这个尊相故。是大衣句这么说，善哉谢托福啊，无上福田衣，我今顶戴受啊，广度诸群迷。这个大衣啊，就要怎么样念的是吧？大衣的时候，因为要圣法增加嘛，那么要度众生呢、
这个句怎么念？安摩诃迦波波扎悉帝萨哈，唵摩诃迦波波扎悉帝萨哈，唵摩诃迦波波扎悉帝萨哈。即以受持诸佛之法衣呀，自应奉行诸佛之法行，丹贺。贺就担任了如来的家业，弘扬佛法，广度群民呀。群民者就众生也，众生为业障所缚啊，不见真如，不知出苦之道啊，故名群民。悲华经这么说，如来以宝藏佛所发愿，因我成佛的时候，袈裟有五种功德。第一个，入我法中犯众邪见等事众，以一念众敬心尊重，你只要尊重这一件袈裟就有功德，比三圣受记，看这个不得了了，你就礼敬这件袈裟就不得了了。哎，还是犯众，还是邪见人。第二，天龙人鬼若能恭敬此人袈裟少分，也是积得三圣不退。所以啊，这个大众啊，这个在家居士啊，来跟你顶礼的话，如果啊你觉得很惭愧，不够资格让他们顶礼，你就观想他在顶礼袈裟是佛所制定的袈裟，不是顶礼我们这个人。哎，我没有什么好顶礼的，不过我们出家人有一件袈裟，让你顶礼，我的观想你在顶礼这件袈裟，不是顶礼我本人，我没有什么德行让你顶礼。哎，可以让他种福田，自己也可以啊，自我反回光返照。三，若有鬼神诸人呢，这袈裟乃至四寸，饮食充足。啊，四寸啊，就饮食就充足。第四呢，若众共相违反，哎，违反就是违逆呢，啊。如果大家互相啊有叛逆性啊，在这个团体里面呢、啊，念袈裟力，哎，想念我们大家都是披袈裟的，那行深悲心呢、啊，都是同一姓氏啊，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团体，都是佛的弟子，应当啊相亲相爱，互相尊重，哎，不应该互相啊违反。比如若在兵阵迟迟少分呢，恭敬尊重，常得胜他。是现在释迦世尊已成佛道，是此时此事的袈裟，自然具足这五种功德。不但如此，着袈裟者舍离三毒，而终得大解脱啊！如大悲经这么说。但此性是沙门呐、啊，啊，性是沙门，悟沙门行，行是沙门，披着袈裟，以弥勒佛乃至都至佛得入涅槃，无有余疑。这但此性是沙门，性就是说有心啊，有心。这句话应当这么说，只要他是有心啊，是发心是正确心出家的，就算他持戒不清净啊。五沙门行啊，他因为外表已经现了这个出家众，已经披了这个袈裟，只要披着袈裟现这个沙门，那当然造恶他要先堕地狱啦啊，所以说堕地狱还没有讲是吧？只要他是有心的，发心是现沙门出家众，就算他犯戒悟了沙门行啊，行虽然是沙门呐 啊，只要披着袈裟，以弥勒佛到楼智佛出世啊。就得入涅槃，无有余余啊，不管你中间呢、啊、怎么样子下地受苦啊，那是你的因果嘛。哎，只要一出来就成道啊。袈裟这可贵如此啊，无怪乎顺治皇帝的赞声诗曰：“莫为袈裟容易得啊，只缘屡世众菩提啊。”啊，生生世世嘛，这屡世啊，众菩提。是今之有福受之袈裟，应当自庆自慰啊，更当自重啊。这三零袈裟本是比丘制服，沙弥切不可服，不可披啊。是云栖大善将它附录在此，
只是让沙弥们知道三义的殊胜功德，发心上进，求受具戒，得彼此三义。沙弥所批的应当是满意啊。百亿劫魔说，求极之徒满条自然之福，而有凿劈五条身为最烂呢 这个比传呢、就划分得很清楚。由此可知，沙弥劈五条业是有罪过的，不可不慎。那么上述比丘三业，俗人更万万不可假用，若违犯者，要受天雷火急呀、雷急就是雷电打死人呢、以前啊，常常呢，不要我雷公恭喜。不要我雷公恭喜，哎，囡仔不要拢安尼乌白讲，哎，那为了要让人家相信呢、常常讲不要我雷公恭喜，这就是这么样子，天雷火急是吧？鬼神谴责斥责他们的过失啊，在《高僧传记》里面这么样说：唐贞观五年，凉州的安养寺慧光法师的弟子啊，他的弟子啊，他的母亲呢、家里很贫穷。那里面呢没有这个小衣呀、他来到儿子的房间，就取以前呢旧有的破袈裟，改做小衣而找，以助邻户啊，大家欢聚一笑，在那边讲笑话。突然接着脚啊很热，慢慢的热到这个腰部，这刹那间呢、这霹雳雷震啊，霹雳雷震呢、这极而猛烈的雷啊打，把这个邻居的、这个妇联人呢、直百步之外，直邻妇百步之外，图泥凉耳，图啊泥就是掩盖的啊，这个泥土啊盖住了这个泥当动词啊，图泥凉耳就是图啊这里泥土啊盖住这个两个耳朵，怎么样啊？梦觉今日啊梦啊啊。就是昏倒了，昏倒了，经过几天呢，才醒过来，方得苏醒，昏倒了几天以后，然后再慢慢的醒过来，死而复活叫做苏醒，死而复活是吧？那弟子的母亲呢，着袈裟小衣故，因此啊被震死，火烧焦拳，这个念拳屈于安拳二声拳，这个焦啊。跟没有活部的胶是一样的，这个拳就是手足不伸呢、我们一般都是手脚捡起来，捡起来的意思。火烧啊，胶拳这个念拳，还不错呢，背后还提个几个字呢，要用毛笔，不晓得用什么，有用法医啊，不如法也，后面还出现几个字呢，告诉人家他，告诉这个世间的是怎么死的，怎么死的。因为用这个、出家的这个袈裟乱做日变成内衣内裤了，不如法用，其子收病了就埋没，病就是埋没，又在震出，还在震出，乃漏骸临下，骸就是形体，就是枯骨啊，在临下，到最后啊才消散。哇，这太可怕了，袈裟用错了，这非常严重啊，所以你们那个袈裟最好还是不要拿回家就比较好，拿回家的时候搞不好你哥哥的儿子你没留足啊，没留足啊，是不是啊，雷公打了烂掉了，所以这个还是不要拿回家，不管旧的新的通通收好，通通不要送给人家，要不然这个会打雷的。波这翻译波多罗，中国话就是应量器，为提色量三呢、皆应法故，应法故。184，是俗人吃饭用碗呢、吃饭用碗，沙弥啊吃饭用钵，僧集里这么说，钵是出家人器，少欲之主。非俗人所宜啊！有的呢，出家人呢、拿那个钵呢，给在家人吃饭，一起吃，这个不适合的，
啊，这不适合的。钵啊，只能二十粥饭用，不可啊盛秽物以及洗手，不可以的。十诵里这么说，钵是诸佛标志啊，不得恶用以及洗手，净之如木啊，哎，净之如木。这个钵的体啊，这体质是用瓦或者是铁两种东西做的。那么外面的色呢，色彩呢，是用药物熏制的。这个量呢，分上中下，上中下。体只能用瓦制或者是铁制，用瓦制和铁制，其余铜做的，或者是蜡，这个蜡是锡跟铅的合金，叫做蜡，合金叫做蜡，蜡就是锡和铅的合金呢。木有的是木做的，有的是石，或者是宝钵等等，毅力不许续用，不适合。四分力这么说，佛油画苏摩国的时候，见彼国的泥土细嫩呢，乃亲手取这个泥土制作钵胚，这个念胚，胚就是用泥土做的陶器，但是还没有烧过或者是加工细致，通通叫做胚，未烧过的陶器还不能用了，只是做好那个模型而已，叫陶师烧成新钵，烧过了那就没问题了。即今比丘受持的瓦钵，后因年老比丘力衰气弱，失手打破瓦钵，心中不乐，佛为开天用这个铁钵，有时候太重了嘛，当之瓦钵是正治，铁钵是开源呢，受持以瓦钵为上。这个色则用这个麻子或者是杏仁，这个都是植物啦，捣碎，捣就是冲和敲碎，这个捣碎就是把它敲碎，涂其内外竹烟呢，用这个竹子的烟呢熏制它，形成这个鸠鸽的象色，这个象就是脖子，鸠鸽鸠鸽的这个也就是一种鸟啦，大家都晓得了鸠鸽是吧，象色就是像脖子啦，鸠鸽象就是鸠鸽的这个脖子的颜色，以及孔雀的咽色，咽就是咽喉的地方，位在食管的上端或者咽喉那个地方位置的颜色，经过这个药烟熏过的钵成物，这个装物，装这个食物起来，也不烧就是食物坏了，有了异味我们就臭酸的意思了。如果经过了药物的熏洗，这个钵我们装东西起来就不会发生食物的发酸了，不然垢腻也不会粘住那些不清净的东西。印度人的瓦钵要熏，因为他们的菜饭都是一钵而死，恐怕油腻不尽多引虫蚁故，多引这个虫蚁。量分三种上钵容受一斗这个容量是一斗，一斗是十升十升的一斗，一升大概是一公斤嘛，是吧？十公斤上钵十斤，我好呢，我来加加几礼拜师傅的吃的这个碗的连半碗，我像中午只有吃两口饭而已，平常都是喝零飞零度日，吃太多了就呕吐是吧？这几道几礼拜不懂，然后加了两礼拜。吃两个礼拜是吧？一斗下波的受这个五升，在两指之间的叫做中波，反正就是五升到十升什么样子的范围了。这个句翻译叫做尼斯坦，中国话就是坐具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坐的用的。一饮水足矣，
哎，你走到哪里就跟着哪里，哎，就是随主意。是作句者在行路的中途用作垫地的，或者是垫在石头上面坐着休息用的，所以叫做作句啊，不是我们现不像我们现在用来拜佛的。嗯，这很奇怪啊。佛字的这个句啊的本意啊，四分力曾有说明，为三言固字，第一个为护身，二护衣啊，有了垫在底下了，可以护身护衣。第三为众生啊，身床席卧具，你看那还是用躺的啦。哎、啊，后人为起做礼拜之用，起至何时已不可考，哎，已不可考，没有办法考据了。具的制作法啊，这个长啊是佛的二折手啊，二折手啊，这个折啊就是张开的意思，一折手是为古代印度的长度单位，也就是中指跟拇指两端的、啊、张开来的距离啊啊，称为啊是二指符，你就像这样子是吧？中指啊就这样子啊，打开来是吧？打开来一二三是吧？啊二折半啊，佛的这个二折半手啊，二折手半呢、啊，就不得了了，光二折手。十诵里怎么说？行则二从，故则四从。二从就是两叠啦，换的啊，新的话做两层就可以了。如果坏的话，你补一补，补一补的话，哎，可以、啊、做到四层，哎、啊，重一点呢、啊，还可以用，是吧？不应受单，不能又只有一层，没有保护的作用。现实出行有车代步，咦，勿需作具了。棉床有床单铺用，也勿需卧具。于是有人主张不用具的，但也有人认为仍需继续传承下去，以便后人得知佛字有此护衣啊，啊护席之具，而永作纪念，以免数典忘祖。啊，这个数典忘祖啊，是比喻忘本，也是用于比喻对本国的历史无知。啊，本来是出自《左传》，数就是述说啊，述说；典就是史册；祖就是列祖列宗啊，啊，列祖列宗。那、啊、看了这个述说了中国的史籍以后，却忘了老祖宗是什么，表示就是忘本的意思，以免数典忘祖啊。用意啊，用意良家当免为辞之啊，还是啊勉励啊啊辞一下。这沙弥利仪啊，啊沙弥利仪要为怎么样？要列集注啊，造词啊，功德圆满，功德圆满，虽文理啊欠通啊。但是他的义理啊，啊，就是集古今的注解之大成，为愿呢，现今以及未来的诸沙弥啊，啊，留意研读，发菩提心，言辞境界呀、啊，速即戒恨清净，容易得定啊，容易得定，因戒定故啊。发无漏慧，断惑正真呢，了脱生死，令他人呢、啊，又令他人呢、啊、见闻生喜呀、啊，亲近效法，同得解脱。所以能受持沙弥律仪、啊，清净无犯的求极啊，便已是制度度人的菩萨了。我告诉诸位，我们讲的菩萨戒呢，也不会超过这个沙弥律仪范围里面。当然，这发的大心是比较大了。但是这个沙弥利益这个做基础啊，比丘戒啊啊菩萨戒就会持得很好，这一本啊持得很好，说一句话就说不得了了啊，这不得了了啊，因为那个比丘戒、啊、也是以沙弥利益为根本，那么菩萨戒也是不离开这一些的啊，所以这沙弥利益不要小看他啊，真的是自度度人的菩萨行者了。是愿诸习持免之啊啊，就沙弥的是习持嘛，若有违业言所障啊，不能研读戒法者，
请即信念念佛。老和尚啊，他最后还来一招净土念佛法门，是吧？求证西方。是古人说一即弥陀心无悔犯，便是持戒啊。况复若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者哉？到最后研究戒律的最后，还是劝你啊，了生死最接近的法门就是念佛，就是念佛啊。那么我们呢，沙弥利啊，就讲授啊到这个地方。那么因为没有受菩萨戒啊，最好还是不讲菩萨戒啊，讲菩萨戒讲完了，那么就讲这个比丘戒。那么这个比丘尼啊，他们的功课就结束了啊，就结束了啊，比丘尼戒啊，沙弥律仪啊，菩萨戒啊，就全部都听完了，那就退出去啊，退出去。那我们